我认为我可能不再适合当他的智商师了。喜欢自己的智商师到底哪里错了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在一个临界点，这样对你和我都不好。沈昌泽，我上班时间出来找你就已经违规了。沈昌泽，我真的很想要了解你，保护你，可以给我机会吗？